拥有一个家是每一个人的权利。事实上，任何人也都可以轻易地拥有一间房子。别再以为房地产是属于有钱人的玩意儿，因为有钱没钱一样的可以在房地产赚大钱。记得有钱要投资，没钱更加要投资，因为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那就是谁都可以成为房地产百万富翁。